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冰的。本周 BOSS 情报：低温下探16度。老样子，我们先看本周的 BOSS 情报。我已经先测试过几次，本来想用全一二星低星通关，结果都差几秒惨念了。那这次编队有两种组合，第一种暗刺物流队伍，凭借暗刺的克数跟暴力伤害是最简单也省事的打法。队伍组成暗刺、活动达斯特跟水刺。第二种雾魔混合队伍，既然 BOSS 会降雾攻，那就用魔法队伍解决。因为有暗角还不够，所以拉个物理角凑数。队伍组成活动达斯特、维兹、云云。其实用暗刺就好了，单纯我想用达斯特。武器统一用精气场、金、财、武。饰品的部分，因为暗芒比较随机性，所以这边直接用光抗耳环就好。其实我比较少看巴哈讨论区，但昨天刚好看到有人在讨论所谓的人圈角，有个论点说得很对，你队的思维还是比较重要。这款对比其他竞技性 PVP 较吃重的手游，目前还没有看到非用氪金或者用当期抽卡角色才能打通的关卡。而竞技场要高分，除了靠赛，当然特定的角色会比较吃香是正常的，不然营运商要假赛，心态比较重要，不要太过偏激。我是冰的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